今天依旧是吃程校长的椒麻骨汤面呀，姐妹们，这个很好吃。他家这个新口味我觉得很好吃，比那个细面条好吃。宽面一箱八桶，泡了三桶，能吃完这两桶吧，别给漾出来。它这个汤底味很好，姐妹们。宽面条，清蒸肥油炸，微微辣，汤底味道浓郁，带着麻椒的香气。就这个汤，我喜欢他家这个新款的汤。偶尔饿的时候开水一泡就能吃，比较省，比较方便省事，不用开锅动火。煎了几根油滋滋的烤肠啊，姐妹们，就是火有点大。图旺的肠现在发四包四十根，还加送一个就是小包的，一包五根的，还蛮划算的，太蛮划算，太他妈划算了。现在火大了，应该都是这个样子，结果加黑了，没看住火。一共45根肠，鸡肉猪肉淀粉的这种肠肯定不是纯肉的。我有点黑，看这边，还行，没有糊，它就是颜色黑了，估计再等会儿就糊了。头发蓬蓬的，老炸。妈，太爽了，姐妹们。
挺满足。拜拜。